嗨，大家好，我是郭哥。大家的片头还喜欢吗？这是用5D4配合16-35 F4 这支镜头拍摄出来的。那我用这支镜头拍摄的主要目的是想测试一下用这个相机拍摄视频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啊！当然我这种平时的视频都是用相机拍摄，但是都是相机带着三脚架拍摄的，还比较少用相机手持拍摄，然后就拍摄一个完整的影片，因为我觉得这样做实在是有一点点麻烦呐、比起 GoPro 这种拿起相机嘎就稳定器都不需要就直接跑着拍的感觉很不一样。但是呢，我发现相机拍呢还比 GoPro 还是有很大的好处，因为相机它由于按键非常多嘛，它操控非常方便，它可以很容易的控制你想要的参数、你的光圈、你的快门速度。然后呢，相机拍摄的东西它是有景深的，虽然 5D4 它有 1.7 倍的裁切，虽然我的光圈是 5.6， 它还是能明显感觉到你的画面是有景深的，而 GoPro 它就是完全没有景深。所以呢，确实比 GoPro 拍的要有一点点那种电影感啊 ，cinematic。当然，我说我自己的视频有这个电影感，完全就是自我吹捧啊。其实不仅是我了，其实你说实话，那种国产豆瓣评分 2.0 左右的这种超级烂片《小时代》，我觉得就很烂，但是它的画面还是远远超过了所有 YouTuber 和 B 站的 UP 主的画质，就是这么降维打击。但它再烂也是个电影，所以所谓电影感嘛，就是给自己听着好玩。但是有些场景没办法 ，GoPro 就是能顶啊！就是商业，比如说我去游乐园玩的时候，我就两只手，一个手要管小朋友，一个手拍照，就没有了。那如果是用全画幅的话，一只手拍照的话，小朋友可能就走丢了，是不是？所以呢，带娃的话，我建议大家还是可以考虑一下这种运动相机，不仅是 GoPro 或者是 DJI 的 Osmo， Osmo Pocket 都还不错。但是要玩水的话，就只能选择 GoPro， 因为你如果用 DJI 的话，你这个 DJI 就很容易就坏掉了。我 DJI 就坏掉过一次，我上次去看虎鲸表演，哇，我这个看虎鲸表演的很起劲，结果那个虎鲸啪一尾巴，一喷水溅在我脸上。我还很兴奋，忽然一看，哎，这个我当时用的是 Osmo Mobile 这个稳定器，宕机了，好不好？一定要注意啊，跟水有关的东西一定要看它的防水性能。
当然如果你去室内这种场景很暗的话， GoPro 就是垃圾垃圾垃圾。我想想我上个视频已经说过了， GoPro 在这种场景下简直就是废物。当然了，我女儿喜欢玩水，然后 GoPro 防水，所以在水上的时候 GoPro 就成为了唯一的选择啊。今天废话逼逼了一大堆啊，其实归根结底的核心就是相机能拍出更好的画质，但是 GoPro 会让你更想拿起来拍。嗯，就是这样，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我们看看 GoPro 拍出什么样的画面吧。怎么在乎他，却被他全部抹杀，越疼他越伤心，永远的不